观音赞。观音菩萨妙难酬，清净庄严累劫修，三十二应变尘刹，百千万劫化阎浮。瓶中甘露常时洒，手内杨枝不计秋。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发愿文：起手观世音，慈悲大导师，九正无上道，安住常寂光，为怜众生苦，复现十界身，应何身得度，即为现何身，尽令生善道，远令正菩提。菩萨慈悲力，诸佛莫能说，我弟子某某，从无始至今，由恶业力故，轮回六道中，经历尘刹劫，莫由得出离，幸成素善根，得闻菩萨名，欲仗大悲力，现生生净土，常时称圣号，兼礼拜供养，忏悔诸恶业，增长诸善根，唯愿垂慈悯，消我诸罪障，放光照我身，舒手摩我头，甘露灌我顶，欠敌我心垢，令我身与心悉皆获清净。我愿尽此身及未来季节，普与诸众生说菩萨恩德，令彼咸归依，悉发菩提心，愿垂慈悯故，证明而摄受。香赞：炉香乍若，法界蒙熏，诸佛海会心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正法明佛，南无过去正法明佛，南无过去正法明佛，南无现前观世音菩萨，南无现前观世音菩萨，南无现前观世音菩萨，南无当来普光功德山王佛，南无当来普光功德山王佛，南无当来普光功德山王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二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誓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道障寻断断坏而得解脱。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玉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丑卸枷锁，剪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冤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疾驰重宝经过显露，其中一人作事畅言，诸善男子不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冤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吾今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吾今已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素质德本，众人爱敬。吾今已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吾今已若有人受持62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进行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与汝亦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否？吾今一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不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吾今亦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吾今亦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是云何？佛告吾今亦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地士身得度者，即现地士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
即现妇女身而未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未说法，应以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未说法，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未说法。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极难之中能施五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五畏者。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净重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已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师珍宝璎珞。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民我等故受此璎珞。二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民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璎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悯诸四众，给予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璎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具足妙相尊，即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力竭不思议，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汝略说，闻名即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假使星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于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或执冤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或遭亡难苦，临行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断断坏；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扭卸，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实悉不敢害；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即走无边方；顽蛇及腐蝎，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云雷鼓彻殿，降雹数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差无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见悉令灭。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树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正诵金棺处，不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冤悉退散。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护，具一切功德，此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坐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世人功德不少。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补缺真言：南无赫勒达诺多罗夜夜缺罗缺罗居住居住摩罗摩罗虎罗哄呵呵苏达努哄婆摩努娑婆诃。南无赫勒达诺多罗夜夜缺罗缺罗居住居住摩罗摩罗虎罗哄呵呵苏达努哄婆摩努娑婆诃。南无赫勒达诺多罗夜夜缺罗缺罗居住居住摩罗摩罗虎罗哄呵呵苏达努哄婆摩努娑婆诃。补缺圆满真言：嗡呼噜呼噜舍耶摩诃娑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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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呼噜呼噜舍耶摩诃娑诃。三皈依：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胜众。回向记：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